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丽美食记，蘑菇撕成小朵。用清水洗干净，然后用手挤干多余的水分，放入盆中。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起锅烧油，油五成热，放入拌好的蘑菇。搅拌一下，炸至蘑菇定型。然后捞入碗中控油，然后倒入干净的炒锅里，开小火，放入一勺盐、花椒粉，搅拌均匀，盛入盘中。美味好吃的炸蘑菇就做好了，喜欢就帮阿丽转。